啊，你知道抓着多少大佬吗？在现场，很多都是不要脸的老师和教授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抓着俩教授，男的，你知道穿着那个紧身裤啊，你知道那个不要脸，就爱玩变态。老教授他妈都是没牙了个球的了，然后他妈带着他妈的紧身裤，这人家上去咵裤子一拽下来，直接裤子一扔，摁在地上咵一弄，就教授穿着那个就是那个变态的那三角裤啊。因为预读里边有玩现场表演的，你知道吗？学日本那一套，